电视哦，这个吗？这个是电视吗？滴滴滴滴滴 ，Hello， 你们好吗？这是罪人专用的录影带哦，现在开始向各位罪人说明各种注意事项。这个房间的处刑方式稍微准备的有些豪华，密闭度极高的室内，外面的空气进不来，理所当然，窗户也是强化玻璃做的，敲也敲不碎。那这样的房间里装着美妙的东西呢？那就是特制的毒气瓦斯。对了对了，也不是没有逃生方法，被用到很旧快坏掉的防毒面具，满怀慈悲帮你们准备好一个了。损坏毒气蔓延全身之前，好好的想办法努力逃生吧，逃狱犯也是很有魅力的。我并不讨厌哦，但如果你们没有办法变得有魅力的话，老实的被毒死，真的死不了就很无聊咯。所以我来定时限，超过时限会送给你们更强烈的毒气当礼物。详细时间看荧幕确认，接下来再过几秒，毒气瓦斯就要排放了，享受美妙无比的时光吧。喂，该怎么办？他说不是没有逃生的方法，只好拼命找出逃生方式了。总而言之，戴上防毒面具吧。他说只有一个哎，打完了。防毒面具被电线绑着，也没有办法从这里移开。调查房间的人不能用，先给扎克用。如果这样害你死了怎么办？谁知道？谁知道？如果你知道，就去不了，出不去了。用脑袋想想好吗？中毒到一定程度后交换调查，这样可以吧？没办法了，总比让你随便死掉来的好多了。不能记录了哈，我们只有一定的时间。获得了剪刀，手勾不到上面的架子，应该是要换扎克才勾得到。好，我们切开这个床，切开。掉出了一把钥匙。钥匙不能用在这边。获得了铁丝，铁丝能用在哪呢？很细的铁丝。铁丝能用在哪呢？好，我们来仔细思考一下。铁丝，我们有一个很细的铁丝。这一个房间里面有哪一个会用到铁丝的吗？沙漏的样子。还有足够的时间哦。用铁丝来刮掉好了。勾不到，你是用铁丝来勾吗？勾不到，手勾不到，好吧，现在没有选择，我们只能先换人了。不要找他搭话。那个面具戴上后能够好好呼吸吗？看我戴着不就懂了吗？不能呼吸，我早就死了吧。防毒面具很臭，说话味道就冲进鼻子里，不要吐在里面哦。戴这个防毒面具是什么意思？过滤毒气，过滤毒气瓦斯。你的说明我听不太懂。铁丝哦，保险箱，很细的铁丝，大门钥匙卡。看起来不能当抹布，能不能用剪刀剪断什么东西呢？墙壁太高了，箱子怎么都没放。可是我也不能跟扎克换人啊，
细的铁丝，有脚，还是剪断他的脚啊？移动尸体，粘在地板上动不了。尸体周围，手指附近好像有写一些讯息。什么呢？总之先记着吧。左下、右下、右下，有点难受。OK， 可以换人了。Nice， 换人了。好，换人。调查刚刚没调查过的东西。架子上的东西，砝码，什么？拨火棒。好，总之先把砝码放上去吧。超脏的，上面有什么东西？你可以这样跳，勾不到是不是？勾不到。啊，像啊，脚本来就被切下来了，把这脚带给那家伙吧。获得了脚，获得了脚，等等，好被一直按错，画了些什么？左下右下右下，左下右下右下。傻逼真的是完全没用哎、欸！你知道放砝码也没用，叫他用拨火棒他也不会。哎、欸，回我话啊！怎么了？看着你根本搞不清楚是不是死了、啊。这脚切口断得超干脆的。家伙他妈他妈真的是废物哎、欸！真的是废物哎、欸！他除了拿东西以外，一点用处都没有吗？保险箱里面什么都没放。没有钥匙孔，应该有什么开启的机关？啊，不就拿拨火棒把它打爆？妈，这家伙真的是很废物！我什么东西没看过的吗？脚也没了，箱子什么都没放。普通的板子。脏的布，
我一定还有地方没看哦，我一定还有地方没看。哎，打不开。啊，把它打碎了，爽。傻笑，太猛了吧！真的打碎嘞！里面有什么东西？扫地用的地板刷。白痴吗？放一些无聊的东西，感觉好恶心。这就叫压力吗？算了，不懂，回去算。喂，我已经搞不清楚现在还能干嘛了啦，换我来调查吧，拜托了。找到这都给你，还有脚，地板地板刷还蛮有用的。好，换我来了，解谜大师回来了，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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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刷。犯下罪行的是身体哪个部位？若有自觉，就将它切除舍弃吧，将其部分置于天平上，依照罪孽的重量排行排设。所以这部分为灵魂的话，心愿绝不可能得到回报。脚，箱子打开了，电池式提灯，获得电池式提灯，没有放电池，还有其他。不说的话就不会明白吗？他愿意和我一起想办法吗？讨论扎克，怎么了吗？找到可以找出去的方法了吗？不是的，快找啊！嗯，要交换吗？嗯，那个我有件事想问你，想问什么啦？快说！我已经不知道还能去哪里调查了。扎克，你还知道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查了吗？哦，让我来想想需要调查的地方。连你都找不到，我怎么可能会知道啊？好像有一个墙壁上有个凹进去的地方，就算我踩到那些箱子也碰不到，你的话更不可能了吧。喂，跟我一起去吧，刚才就没用了，大概坏了吧，不用再带了。哦，带上去，你来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哎，他的表情跟我一样，跟我的表情一样。What？ 哦，丢的蛮准的嘛，还发呆，不快进去调查？开了一个洞。有电池是提灯，没有电池，身上有什么东西能不能当做呢？遥控器的电池拿出来用，点亮提灯了，进去里面，豪宅，进去，进去。左边，前进，前进。里面有什么洞呢？拨火棒，卡到什么东西了？拔不出来。能动的方向也被限制住了，该不对，这个洞穴本身也是一个要开的锁吗？转哪个方向好呢？左，下，右，下，右，下。拿到了，钥匙卡从洞里掉了出来。获得了钥匙卡，一定就可以。好，赶快出去吧。把这个放在出口那边机器就出得去了吧？嗯，大概是的。走了。嗯。喂，你怎么了？眼前摇摇晃晃的。啥？中毒太深了吗？卡片给我，早插进去就好了吧。拜托了。
走喽，你考好，跟上来。啊，他不带进去啊？为什么他不进去？切！啊？卡片不要。卡片不小心折断，真叫我不敢相信，居然自己强制 game over，讨厌啦，扎克，弄出擦卡片的方向喽，太可笑了，笑个不停啊！干嘛不用的明显一点啊？走到这里就跟打开门没两样了吧？给我打开！不够，确实刑罚还不够看呢，这里人遵守规则才行哦。既然都已经强制 game over 了，真没办法，就给你们最强的毒气瓦斯当礼物吧。你知道吗？毒气瓦斯可是很贵的，你们两位罪人真奢侈啊！来，多挣扎一些吧。有没有？那个人扎你，扎克，干嘛了？我和你定的约定是，只要不能从这里出去，就实现不了，对吧？这种时候还在说什么？回答我！没有错啦，最低限度至少让我活着离开这里。知道了，我会想办法，但也不确定是否能帮得上忙，这样也可以吗？反正再继续的话就死定了，不管你要怎样都好，快做吧。做吧，说不定是可。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透过时间差的方式点火的话，或许能引发爆炸，也说不定。需要电池，能导电受热的东西，再把受热会起火的东西，把这个拿去出口那边放，不要小心，不要弄坏了。这样就可以了吗？点燃这个的话，大概会爆炸。那我们不是会死吗？所以快点，我们赶快去可以躲的地方。那我弄的地方不是有吗？虽然窄了点，但是很坚固又很大，砸开进得去的地方有吧？躲进那里就好了吧？快！Explosion！嘣嘣嘣嘣！可恶，好热啊！可以出去了吧？怎么塞进去的？到底怎么塞进去的？好黑啊！真的假的？啊！我们还活着，这下出口如果打开的话，就快点离开吧。这还不打开？这他妈还能不打开？怎么走得上来了？怎么上来了？刚这边怎么多了一个可以走？以前只能走到这边啊，现在可以走到这边呢。以前只能走到这边，然后现在可以走上来，多走了两个，怎么上不去？总觉得上面还有什么东西，好吧。啊，走冲死人的地方出来了。没想到事情会变这样，那家伙也很意外吧？给我振作点啊！我又帮上忙了吗？当然啦，我说你啊，刚才爆炸的时候是不是所有东西都被炸飞了吗？有种大快人心的感觉啊，是吗？喂，我们都出来了，你可别死啊！我没事，那表情根本不像没事啊！没问题啊，不用在乎我。既然那样，那走喽。虽然你死掉的话有点麻烦，但不能不前进啊。没问题的，我还可以走。没问题，我还能走。
吧，差点变成带老鹰带小鸡啊。嗯，上面多了一条线，你看。不知不觉已经玩了46分钟了，门锁已经打开了。原来那种情况下逃生，真令我意想不到呢，真厉害！不甘心，可是要站在那边一番哦。作为奖励，我不小心把门打开了，我们都出来了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？可恶，我瞧不起人那样子。喂，快过来啊！我可不知道这前面会有什么，我努力看看。上我，你不能走快一点吗？喂，没问题。他越走越慢，他越走越慢。可恶，照你的速度哪前进得了啊？那你先走。如果行的话，我当然想那样做啦。如果我一个人走的话，最后还是会卡在哪里过不去吧。我可以的，还走得动。你别走到一半就倒下来死了吧。我加油。家伙看起来真的要死了，再怎么努力要死的时候还是会死啊！就算你的愿望想死，但你完成心愿的话，我的愿望不就实现不了了吗？说的也是呢，事到努力真的，事到如今只能更加油一些了。明明就很聪明，就像个人偶，别再说不同样的话。那要怎么办才好？吵死人了！是人的话自己想想啊。如果可以稍等我一下的话，头晕的状况应该就会好转了。喂，这里不会被监视器拍到，在这里的话就等等你吧，动作快一点。嗯，闪屁哦，干！一睡就更苍白，更像个人偶一样。如果好好回话的话，这点是好，但只是会嗯。很好的，又不是物品，一点都不有趣。说起来，为什么我这么烦躁？难道我也开始中刚刚的毒了吗？想东想西也不能怎么样，稍微休息一下吧。这感觉起来以后就会少了一个人。放个广告，放个广告。我来看一下，刚刚有人贴一个说什么，他花了210块来到斗技第一名。其实斗技第一名没有想象中那么难，你知道吗？就你只要花很多时间，斗技第一名到得了的东西。我的反击队就快成功了。干，果然骰子鬼还是很重要啊，反击队。最重要的就是骰子鬼啊，觉得骰子鬼超重要啊。懒猫3年起步了吗？不要啊，我们是不是该找一个？今天大家都在打LOL欸，我看今天大家都在打LOL，菠蘿重土。
看到什么广告啊？这么兴奋？地精空感王。魂师漫。六星的鸟，五星兔子，四星。重点是他其实角色也没有很强。三头柳啊，三头柳就之前讲。想要更多抵抗啊。部落冲突，你们看完叫我一下。部落冲突的广告都还不错。有趣有趣。好饿哦，好饿哦，吃什么好啊？今天该吃什么好啊？干，已经开五个小时了，好多、哦。找时间组队刷个魂石，为什么要刷魂石啊？你说他是刷魂石刷到的吗？魂石效率超差哎、欸。刷魂石有什么好处啊？我觉得刷魂石不如把你的角色练到六星，对不对？把你角色练到六星，你就更厉害了。他那个队伍就是他只要再把角色练高就好了。好，来吧。我背景的眼睛会动，对啊，那是动态，那是动态萤幕啊。我说，亲爱的，我才刚觉得这个月来的孩子们都很臭，结果去瞄一下，都发现烂的差不多了呢。啊，是吗？说什么啊？是吗？那怎么办呢？你就去埋去庭院算。嗯，又去埋吗？没问题吗？反正这种地方，因为微薄，金钱被舍弃的孩童，怎么可能会有人来看他们？但是我不喜欢呢、啊，我就讨厌碰到肮脏的东西。你真的很任性啊！话说回来，那家伙还没死吗？我就说那家伙啦，因为烫伤了，变得像怪物的小鬼啊。哦，那个、啊、还没死，我明明没有给他食物吃，大概是翻厨余来吃了吧，那么臭又恶心。那么交给那家伙去埋就行了吧，善后小孩的工作交给小孩就够了吧。你倒也是呢，之前有给他试过，结果那家伙默默地埋好了。哦，是吗？这不是刚好吗？没有圣诞圣饭的话，垃圾桶的恶兽才会变少，人手不够，让他活着，就算怪物也很方便啊。不过就像道具一样，那正是符合怪物的工作。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吧？我在看电影，不要来打扰我。又是看什么血腥恐怖影片吧？那部电影我就是喜欢啊。看着那些单纯乐天的白痴们被杀，真的很爽快。你兴趣真糟呢，我倒是很讨厌那部啊，因为杀人鬼都会死的，都不会死嘛。说真的，亲爱的，你也给我差不多一点。之前有一次，你也是这样子放着电影不管就出门了，对吧？好了，不要打扰我了，快叫那家伙把尸体清一清。扎克，扎克，哎，他们竟然真的醒来都没有出事情，醒来了吗？扎克，已经能走了吧？嗯，没问题了，精神恢复的差不多了。那走吧，都你的错，害我看到火大的东西。你看他的，虽然大家那么聪明，我就不多讲。扎克的过去，蛮特别的。
既然你们都好不容易来到这里了，让我再问一次吧，你们一生在监狱里度过怎么样呢？所以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不进监狱真的很烦啊。反正我早就知道事情没那么好，别再来问了。哎呀，真冷淡。我就不说，就说不想成为我的娱乐用的道具是吧？啊？我说道具就是指你们两方啊，因为这样子看着你们真的很可笑嘛。你们定下相当奇怪的约定是吧？不但非常危险，还是彼此只为自己着想的约定。看似利害关系一致，实际上是互相利用。但是，真的被当着道具的到底是谁呢？你什么意思？哎呀，真是听不懂。不过也是，正因为如此，才是罪人。不过那样才像个罪人，我很喜欢哦。小笨蛋也很可爱，对吧，扎克？继续期待接下来的刑罚吧。谁是笨蛋？道具吗？啊！又开始让我火大了，扎克！现在开始别找我搭话，走。栅栏的另一边还有道路延伸着，这里会不会是刚刚连过来的岔路呢？怎么了？总觉得好像听到人发出的声音，不卫生的味道。东西腐掉的味道。喂，别停下来啊，有人的声音。像有什么东西在动，像是人的手掌。说是手。哎，小虎，电暖器不要碰到啊！他说一生被饲养到死是吧？小虎，像这样一踩肉就散掉了，真惨！他妈的，他刚刚做了什么事情？我转个头回来，那手怎么不见了？真的选人的家伙说的被饲养到死的话，就会变这样，什么用处都没了，道具都当不成了，还真的有比我笨的家伙、啊。别去管，那早晚都会死，已经死。啊？是哦，好吧，改变不了的事，浪费时间，不能因为改变不了的事而浪费时间了。虽然暗道看不清楚，还真是危险的地板。他妈，他这个笑声真的很靠北耶 ！Hello， 欢迎光临，你们也真是了不起，竟然能够来到这里。就跟你们看到的一样，这里只要掉下去，就会被刺得满身穿孔而死了。如果只是这样的话，就太不够看了呢。所以道路有两条，最后到达的地方一点点不同，但是选哪边走都可以。这段过得了，但是前方也会有别的刑罚哦。如果结果会怎么样，也不好说呢。毕竟你们可是有两个人呢，也是互相告别的时候了吧？你们之间的约定不止滑稽，还很没意义呢。只要好好思考，总是得死的状况，我就觉得是个很不公平的约定的。好吧。这里就先算了，再怎么说，在这个房间，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办法走同一条路，就好好加油吧。就我来看看谁先被处刑而死。这家伙真的是很鸡巴，他的笑声好 gay 啊，一直让我绕路，到底什么时候才出得去啊？让我火到不行，在那边笑有够阴险，好想赶快把他杀掉。真的，我也是。你在发什么呆啊？不只要杀掉那个女人，还要把我杀掉，靠北啊！
你呀、啊，真的只会说那些，因为你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想杀我了，因为你的脸很无趣啊。要完成跟你的约定，也是得先出去，不是吗？那些我知道，在这之前想办法改掉你那副像人偶一样的表情，还有别一直在说那种无聊的话。但是，虽然是约定过了，但你少命令我做动作机。对不起，走了。这个层梯好像快断了，看来不能两人一起过去。我在想，只有我过去的话怎么样？只有你逃出去的话，那我怎么办？真困扰，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吧。真的不试试看吗？扎克太重，全力跳我也过不去，要把你丢过去吗？我有办法。你有办法好，每次都让我好好的着地吗？是啊，要是失败的话，你就会直接撞死了吧。要丢过去很简单啊，但我不擅长拿捏力道，那还是先别过去吧。扎克不会自己跳过去啊？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这下不管过多久都前进不了嘛，大概只能分头行动了。那样还能平安到达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居然说不知道，要是你死了怎么办啊？你说呢？啊，算了，又害我问了无聊的问题，还不快去！所以我们现在要分头行动，打 BOSS 喽！储存时间到，打 BOSS 时间到。他跳过去了，勉勉强强可以通过枪口。我靠，TD 是吧？有种想玩魔兽争霸的 feel 了呢，我还不如去玩魔兽争霸。枪口，小心的走，别被射到。总算是通过了，扎克呢？